我是 Tim， 我是影视飓风的 CEO， 然后我做视频已经有7年到8年的时间了。我们做过大量的 TVC 广告，也做过短片，也做过许多创意类的内容。我们希望能让我们作品真正的打动人心，无论是内容本身还是画质，我都希望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对于我们行业的一个尊重，或者说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所做这份事业的一份尊重，能够以更高的影像质量，更优秀的画面内容呈现给我们的观众，也是让我个人非常自豪。能够传达一个相对正向积极的能量，能够把我个人的性格也投射给观众，希望他们也能够喜欢我们所在做的事，能够找到同好，能在创作的路上有一同前进的人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我个人认为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当我拍到我从没想到能够捕捉到的影像的时候，这是我个人最为兴奋最有成就感的瞬间。希望松下能在影像技术上不断精进，为我们带来更加优秀更加强大的产品。